倒数第一名吕绍聪，最后一名是吕绍聪。甄别考试再次到来，这次不想再走任何人了，只剩五个人了。杠杠你来了吗？还在房间呢是吗？那杠杠看到我们对这个小品到底有多上心，让杠杠认真一点。看不到表演出来了吗？我真没看到。不像你看，大家都说什么？杠杠是小导演。你要学会不生气，明明咱们排一下呀。开始。后厨怎么哭了？后厨啊，刚刚愿意去排了，不会弄吊儿郎当的。终于有一点信心了。他能否逃离甄别噩梦？星期六晚10点，《水密码》1年级大学季小品甄别考。